天有差不多有三个节目，早上熏花香是一定的啦，每一天早上就走四十分钟，去到熏花香的那共修处走路去过运动，双倍价嘛，做代志拢爱安尼呢，这一边出去拢两项啦，利人利己，上人讲利人利己的代志就是对啦，对就爱行啦。上人有你讲，认输就赢，母牙车嘛变现车啦，因为。以前来讲吼，我若未介意听吼，一声就甲堵了，一针就见血。啊，即马唔是嘛，即马我拢，就是你要安怎拢好啦，才用商量的这样子。人有无限的潜能嘛吼。那咱若是有去读书，我们可以把那个潜能，甲咱讲掏出来嘛。迄无量易经就安尼讲啊，讲目中有火，不钻不出。沙中有金，不掏不得；心中有道有，你不悟，你就无嘛。所以你去掏，去钻，啊，你就会出来嘛。所以那个潜能出来的时阵，你就应付代志了，比较平衡。这阵是76岁啦，唔能年老啊，唔能年老，岁岁无要紧，唔能年老。派你的脚往拖，还有人拖足久，所以上恁开这条慈济的路，是对我来讲真的是，而且是今嘛讲有年岁啊，搁有通安尼参与吼，我真的是非常感恩。伊是讲正经讲，人讲暗时啊，困做梦来笑，真是有影。